现在养殖户也开始内卷了，全株玉米秸秆生产饲料颗粒，只是为了养猪养殖鸡鸭鹅。你好朋友，我是张一。今天呢，我们还是帮养殖户来测试260型饲料颗粒机。今天准备的原料呢，就是全株的玉米秸秆。养殖户呢，想把这个全株玉米秸秆先粉碎以后，再加上一些玉米面和麦麸，直接生产饲料颗粒，看这种方式用来养猪养殖鸡鸭鹅到底行不行。如果能行的话，一年能节省不少个饲料的成本。我们马上开始测试。在网上挑选饲料颗粒机也是有讲究的。第一呢，你要看一下是在哪个厂家买的饲料颗粒机；其次呢，看一下这个录制的视频呢是不是真实的加工效果。今天我们测试的是一台多罗260型饲料颗粒机，这台设备呢是发往江苏连云港灌云县洪老板订购。机器里边呢，我们安装4毫米磨盘，用来养鹅养鸭都没问题。颗粒长短在这个位置可以直接调节。这设备呢，我们出厂是加满的齿轮油，整机啊在厂区研磨调制好。等会儿呢，我们拿这个原料呢来测试一下加工效果，没有问题，我们再安排发货。表面也是非常的光滑，产量比较高，因为我们这个原料啊粉碎的够细。录制的这个才是真实的加工效果，一镜到底，中间呢我们不做剪辑。料仓里面您看一下，三个压料滚轴匀速运行，出来口这位置两大盆的原料做出来的饲料颗粒啊，它只有这么多，而且里边呢我们添加了大量的这个玉米面。你看一下做出来这个饲料颗粒效果怎么样，就再也看不到里边有这种很长很长的草料了，都是完全粉碎的效果。而且呢玉米面加进去以后呢，做出来的饲料颗粒啊，现在闻起来这个玉米面的香味呢是非常的足。毕竟啊，长时间加工，这颗粒温度啊能达到60到80度，达到半熟化效果以后呢，再去用来搞养殖的话，香味足了以后，鸡鸭鹅更利于它们采食。另外呢，是半熟化的效果，这样呢，它们消化和吸收呢也会更好。您觉得这种饲料颗粒用来养猪养殖鸡鸭鹅到底行不行？